杨天地开疆领袖，今日今仔陈良明先讲阿中，阿罗讲一个青龙军受到这个偷袭事件，天地大义，财富，阿东康在任何方面当来小心，阿弟阿仔东康都惊心惶惶，天顶发落来，惊心惊惊地地，发万金哦，惊定去做大大大计好呀。金水叠叠棒棒大富贵啊！香火几套绣完几片纸哎！端端年富贵千千万，万万年啊！很大富啊！大富啊！金发发发哎！来请就来哈！来，伊话要找人做好你来。好了。